我是辣条哥，来吧。今天大家就看到了，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开箱视频。开的是什么箱子呢？全是从咱们 B 站的这个那叫什么周边商城里面买的，对吧？废话不再多说了，说实话买的东西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这都是什么东西了。我们一个一个的打开看一下，好吧，兄弟。先从这个最小的来看，先从最小的来看，看一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的神秘东西，让你们看看辣条哥都买了些什么东西。哟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，这是个气球，不是，这是个空气。带个单子，单子上面写的是移动电源。妈呀，兄弟们，这个充电宝，我的天哪！哎我去，你个老表，长得好帅啊，兄弟们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就算了，拆开吧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刚开始说不拆开了，拆开吧，反正到时候也得用。不过我现在用不上，因为我一般情况下这个出门不带的东西。不过有的东西肯定要换一下，对不对？肯定要换一个，对吧？闲着干嘛？充电宝长得还是非常的帅气啊。给大家看一下，非常的酷炫的那一种啊，这个是，就是那种，就是这个 B 站的电视机，它的这个样子就是个电视机的样子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长得是真的是很帅啊！这个接下来吧，当当当当，这是个充电宝，兄弟们看到了，这是个充电宝，没错，这是咱们第一个，来吧，抓紧时间接着开，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大家知道吧？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个简直就是一个购物狂魔。来，下面开咱们大的，来把这个盒子先放到一边啊。打的开开，这个比较重啊，这个我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这个不出我意料的话，应该是一个月饼，对吧？这个不出意料的话，应该是一个月饼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非常神奇的月饼啊！这个月饼啊，它是一个非常，哎呀，不好拿出来，妈呀！看到没有？它是一个这个特制的那种月饼，就是一个什么，一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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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类型的啊？给你们看一下，看到吧？非常个性的那种，这是一个，看到了吧，兄弟？这个月饼啊，说实话，真的是太帅了。我们下面先来拆开一下，因为它是一个那种就是类似于玩具，类似于玩具的月饼，知道吧？特别像是一个玩具。我们把它拆开啊，把它拆开，再把它搞开。上面还带了一层保鲜膜，想的倒是挺周到。不过对于我们开箱的玩家来说，不是开箱玩家，开箱的这个人来说的话，就显得很复杂了。哎，打开了，大家看看，啊，这是个袋子啊，这是个购物袋装袋的，这个就是它的箱子。我看那个网上那个图片啊，是特别的屌，大家看啊，看这边，哎。拉不开啊，什么鬼？是我没有找到正确的开关方式吗？应该。哦，还有个盒子可以套出来的，双层套，上面也是写的这个 B 站的名字。哎，你个老屌，能不能出来，哥哥？哦，出来了，大家看看。我去，长得像那个机器人。哦，人家不能全部拿出来，大家看看，人家就是这样子，看好了，兄弟们啊，把这个放一边，给你们展示一下。看，就是说把这个箱子拉出来之后，它就拉到这里，再拉不动，它是一个套盒。从这里肯定可以拿出来一个，这边粘着胶布呢，这边粘着胶布，我说了怎么弄不动了，胶布揭下来，反正我们一会儿就吃掉了，看到没有兄弟们？这边，妈呀，看到没有兄弟们？直接拉出来了，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拉出来了，一边放了这个五个，看到没？这边是套盒，直接让五个放进去，然后就插进来，这边也是五个，跟那边一样啊，一共就是十个月饼，说实话，对于这个，哎呦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这里还有个彩蛋，天哪！这里的彩蛋里面装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还弄得挺洋气啊，这个像是个飞机，人家这个叫做什么探索月球，长得倒是挺个性。OK 啊，这是个月饼，咱们不再做过度的介绍，下面看下一款。你给他点，实在是过分啊！弄这么多东西，哎，我都有点热了呀，我这个屋子里温度特别高。哎，这个特别的轻，大家知道吧？箱子特别的大，但是重量是特别的轻。我们来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，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天哪，里面全是气球，妈呀，这么浮夸，兄弟们看到没有？一个这个书夹写字板，就是那种文件夹，大家看到一个小小的文件夹，一个小小的10块钱的文件夹，结果给你配了个这么大的箱子，我的妈呀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非常帅的，是一个两个美女，应该也是这个二次元类型的，具体我也不是太懂，因为它懂的不是太多，这个箱子也不是太重，咱们再看这个第四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。你个老爹，快点给我出！哟，又是一堆气球，大家知道吗？又是一堆气球，妈呀！哎，在下面藏着啊。看介绍吧，我给忘了。哦，钱包，妈呀，兄弟们，钱包！哎呦我去，这个老屌，钱包，兄弟们太帅了！哎呦我天哪，好的，非常好。呵呵，你个老屌，箱子太多了，兄弟们，显得特别的乱。但是也没有办法了，我们一会儿再整理啊，大家忽略我这边的箱子乱，好吧，兄弟们。开快递嘛，这么多快递，肯定箱子被摆放一大堆。理解一下，我们来把这个钱包拆一下，这也是一个这个
特制钱包，就是说也是以前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的汗已经很多了，我就不擦了，擦的话把身上的快递可能就弄坏了，弄脏了就，看到没有？是一个盒子，盒子上面画了个小电视，一样的图要加一个这个翅膀，里面钱包的话是包了一层纸，把这个纸退下来了，已经没有用了，你已经失去了功效，哈哈哈哈，啊，不行，热死我了。哎呀，可是暖色色，看下去吧，非常酷炫的，非常酷炫的啊，这样子的是，然后这里可以打开，打开之后里面夹层，这边有两层，这边有一层大的，剩下的是卡包，下面是卡包，上面这边也是卡包啊。总的来说还是还不错啊，总的来说还不错，这个钱包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接受，还行吧，反正是。来，下面咱们进行下一款，也是咱们最后一个快递，咱们看看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神秘东西好吧，兄弟们，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，我感觉啊。我认为他应该是非常厉害，因为好戏都留在后面嘛，对吧？越靠后他肯定会越厉害。哟，我去你个老屌！我一看就知道是啥东西，兄弟们快看！啊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啥？用我给你们介绍吗，兄弟们？应该不用我给你们介绍了吧，对吧，兄弟们？你们应该都看得出来了啊！这个东西说实话是真的是太实用了啊！正是现在这个天气你所需要的东西，对吧，兄弟们？有了这个东西，我跟你说，那家伙就非常的爽。我们来试一下啊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鞋，看它这个大小怎么样，好像看它大小怎么样，我不知道，这个已经是最大号的，这个已经是最大号的。天哪，兄弟们，正好，妈呀，快看，穿在我的脚上是正好的，大家看到吗？哎，我去你个老表，太好了，我直接就换上了就，好吧，兄弟们 ，OK 了，那咱们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吧。